家好，我是哲平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录什么系列呢？我们今天要录我们期待已久的阴阳师十连抽啦！好久没有录抽卡系列了。阴阳师呢，其实玩了蛮久的。然后自从刷了那个 SSR 之后呢，哲平我呢就再也没有抽到 SSR 卡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终于努力的把购玉给它存到了。讲1056，所以呢，我们这次终于可以来煞气的阴阳师十连抽啦！没关系，那我们就二话不多说，点这个召唤吧！召唤沙崩。好，点了召唤之后呢，我们现在有一个票券，所以我们可以先抽这个票券，之后我们再来十连抽。那我们就先抽第一抽吧。其实我们上次来看看，就是我们有看过，就是我的角色好角色基本上是画是八七啊，或者是画大便都会比较好中，所以我们现在第一把大便吧。大便我来了，大便，这个超大便，给我第一抽，给我好运的第一抽，大便上啊！好吧，大便没有什么用。然后买礼包可以多抽一抽是吗？有人直接用迷之声告诉我说买礼包可以多抽一抽。我们来看一下礼包要怎么买，礼包是不是？礼包有新东西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那不是都要开机吗？闹机啊，摸机啊，你们要抖内是不是？没有钱。然后呢，这什么？两天后下架。这干嘛？这都要钱啊，都要台币啊，对吧？都要台币啊！我哪有那么多钱？我没有钱。好，不用管，没差。符咒礼包这个，哦，原来如此，是这个，差一点就GG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来。符咒礼包十连抽吧，这个有迷之声跟我讲说抽这个不错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先买下去了，哦，我的购玉就这样没了。上吧，我的小蓝券。来来来，我们现在勇猛的十一抽，第一抽大便，我大便越来越奇妙了，这人已经肚子不太好。拜托啊！大便来张 SSR。樱草妹妹我有了，所以没差，好不好？人家很可爱，卖萌的，没差。第二抽八七抽，樱草妹妹 OK 的，好不好？没关系的，反正这才第一抽嘛，对不对？来个 SR 或 SSR 吧。哟，我已经看到了，我抽到的是食梦魔。来来，没关系，还有九抽之力，我们继续用大便，好不好？用大便来达成我们的好运，黄金大便上啊！好吧。至少阿卡都是妹妹，这样我就很 OK， 好不好？妹妹不再多，哎、欸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妹妹多一点，大便就可以多一点，好不好？来吧 ，SSR， 这男的是不是看着就讨厌？古龙火是什么东西？算了，来呀、啊！第二发大便，我这次如果大便再没有 SR 的话，我觉得我应该换八七的，因为刚刚是八七抽到 SR。来啊 ，SSR。越来越莫名其妙了，好吧，我们只能改八七了。八七抽。八七 Go。哎、欸，看这画八七比较有用哎、欸。
孤女都出现了，快！第三抽八七 ，SSR 大天勾出现吧！砰！居然是丑时之女，啊，剩下四抽八七耶，八七加油，八七之力，八七之力上啊！女的，好吧，喂，真的好惨哦，哎，真的好惨哦，怎么抽都没抽到好的 ，SSR 这么难啊？手屋，好惨啊！啊，录音是不是？好，然后程式就当掉了，所以我才不能用录音的、啊。你看，我的程式当了。哈哈哈！哎，我的城市当了，我的城市当了，所以要给我开了没？哇，没办法，真的当了。你看，没办法，我就说我的阴阳师会当，所以没办法，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只能画八七。其实我们就在有一个迷思，哎，到底是勾玉抽比较好，还是蓝卷抽比较好？下次应该先录个影片来。霸气之力，给我大天狗或是妖刀姬，来个妖刀姬吧。最后一抽了。妖刀姬，八七之力已经没用了。啊，好惨哦！抽完了，抽到一堆不是很好的。好吧，那我们抽完了，那我们今天的四神抽到了，第一只是我们的小萤草，然后还有其他莫名其妙的东西，然后。就差不多这样吧，没有什么可看的。对，又抽到这只新的蛊女，还有新的石梦魔，就这样，一切结束了，非常美好，耶、yeah, ！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本次的阴阳师抽卡就在这边结束啦。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啦！秀一下我的迟暮童子，呵呵呵。